不许动，警察！别动，蹲下！小雀行动成功，技术部加快破译小光留下的 U 盘，我们要赶在犯罪分子之前获取小光留下的信息。秘书，迪哥在码头的货被端了，迪哥的手下全军覆没。今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跨国贩卖毒品案。梅姐溜了，找到他，解决掉。警方昨日的剿雀行动中，共查获冰毒30公斤，拘捕犯罪嫌疑人68人。晚会，浩儿的心脏手术很成功，你安心等着我来见你。宝贝，谢谢你帮我找到心愿，给我主刀，我能继续活全沾你的光。我压着你伤口了，对不起啊，浩。带了你喜欢的酒，咱俩今天喝个痛快。感谢母校邀请我回来给师弟师妹们聊聊有关围绕道王子展开的剧本创作。世人多爱纳兰性德，我却更爱黄景仁，深爱那句四次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雨立中宵。起怀有思，起意有双，世间苦楚良多，爱恋苦，生离苦，死别苦，爱别离更苦。诗人和表妹两情相悦，却无法深中的感情，在怡然撒手人寰后，成为他愈发无法消解的刺痛。离心，离心同学，不准哭鼻子。编剧所写的故事，不等同于编剧的人生。我们写下悲剧，所展示的那方世界，是肯定人生的最高艺术。我们肯定生命，连同它必然包含的痛苦和毁灭，与痛苦嬉戏，和悲心角逐，与斑驳画卷为春光四季。你闻花香，见花开，了然生命自私绽放之旖旎。故事已然完成使命，不要拘泥我写过的悲喜，因为不管怎样，我们的故事一定是喜剧。小飞，为什么这个视频那么巧是你讲过的立中宵？是你想告诉我什么吗，小光？您的快递。
查清楚，做得漂亮点。康总放心，我一定会揪出那个入侵天盛网络在楼顶放视频的人。还能活多久？最多一年。喂，师傅。小光的 U 盘密码技术部无法破解，有神秘人暗中联络离心，对方的身份属性尚未明确，我们必须保证离心的安全。他的助理职位空缺，从明天开始你去做他的助理，我相信你能保护好他。李小姐请，康总在里面等您。我帮你解约了批发鸟的代言，以你监视监视的地位，他们不配。你的大把时间应该用在电影上，把新戏合约签了。我还不想拍戏。你有什么资格说你不拍呀？你以为拿个影后你就能翻身做主了？这部戏是小光最后的剧本，你可真是有情有义。小光为了拿到投资跟人磕了多少头？老婆，我发誓这次没赛车，我就喝了一瓶一杯汽油，一滴都不准。他为你不遗余力到处装孙子，就是不想跟老爷子和解。我一直很费解，你到底有什么魔力让我弟弟从小为你疯魔？如果没有我的傻弟弟，你到现在也不过只是个孤儿院的野丫头。不好意思啊，我来晚了。不晚，果然是魅力四射的影后啊。两位用餐愉快。是您啊，郭导。感谢康总做出了理性的工作，我们下个月开机见。星星，起来吃饭吧。无敌私吞工会三千万就该受家法处置。你因为什么来到我身边？你知我知，傻瓜们喜欢向死而死，聪明人会选择向生而生。你帮我赚钱，我帮你报仇。我只有浩儿一个儿子，以后我的一切都是你们俩的。一切有违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不行了，我心脏不舒服。我明天陪你去医院检查一下好不好？再说吧，我困。
柳叶枯了，天凉了，候鸟又飞了一个来回，你的剧本成为了我的颠倒梦想，我常恍惚着像是又看到了你一样。武器必须既有风雨雷霆之势，又具鬼斧神工之奇，我们要把小光描绘的那么瑰丽纯粹的中式美学呈现出来。李星啊，创作角色的时候要进去，更要学会出来。我懂胆说的走出来是什么意思，也懂了你说过的美学的本质是孤独。这次打戏的强度很大，不过没关系，我可以的。涅槃开机。这条过，收工。你看他啪的一下甩出去，干净利落。这条很好。我的内心不断上演掏空和充实，掏空住在心里的你，充实故事中的你。你的心里呢？还有没有我？控制情绪，收回来。为什么要离开我？停，女主濒临崩溃，那个杜氏要我觉得她心里的那根弦已经断了。克制是最高级的表达，不可以把人物带入情绪沼泽地。今天收工，你好好休息揣摩一下。由黎新主演的电影《涅槃》正在拍摄中。现场安静下来，都安静，准备开始。浮屠王驾崩了。可以独自去赴死，为什么？你不是答应我要好好陪着我吗？你都忘了吗？小光，小光。小光，你都不记得了吗？你不守信用，你骗我，让我再见见你，再见见你。停，各组收工放假，下个月转战巴黎。特别好，黎心倍儿棒。我帮你订了提前半个月的机票。我看书上说的入戏要先适应环境，到了巴黎啊，先去吃你最爱的欧培拉。我们现在去你想吃很久的那家网红麻辣火锅店。浩儿，来尝尝这瓶酒。不喝拉菲，改喝罗曼尼康帝了。向浩儿靠拢，公司的新订单爸爸还是想交给摩迪做，你身体要多恢复一段时间我才放心。这酒难喝，还是呵护你的老古董拉菲吧。我就该天天躺家里做废物是吗？这单我做定了，我去收拾东西飞巴黎。
晚会啊，小光来陪你，你不该寂寞了。你会离婚和我在一起吗？你想多了。问这个图案有特殊含义吗？赖武林未婚夫说要纹我的名字在他身上。你们干嘛？救命啊！老实点。不想死就痛快点说啊。你他妈的装神弄鬼的想干什么？康总，有眉目了。坐。我就知道你一定不会让我失望的。那小子把视频当游戏，离心观看后会得到一个所谓的通关密码。视频的内容是一个主题故事，不知是谁做的，也不知道还有多少视频。你应该已经知道得到答案的方法。您的意思是放走他，让他继续？我好像闻到蛋糕的香味。震旦峨眉山有一白蛇诱惑捧钵侍者，使其妄动凡心，舍身救妖物于诛仙台。今逞其二人翻自堕落轮回，了结夙缘。妖怪来抓你喽！乔三儿子多聪明，这世上哪会有妖啊？轩儿，快跑！大爹，你怎么了？快走！妖孽休逃！轩儿乖。你记住，不管发生什么都不要出来。畜生，我跟你们拼了。哼，愚蠢。妖孽、贫僧收妖也挡道于此。贫僧便将你一道收服。轩，叫阿轩。你们尚有宿孽未了，孩子，忘了今日种种，贫僧带你回金山寺休息，愿可度你。Thank you.
你爹下山崖，幸得采药郎中相救，他说你喝几服药便又能生龙活虎。多谢姑娘。秦有七贤，取案工商，验过盘款。山有木，心有息，娘子可愿与我比翼连枝？愿。娘子，我自幼父母双亡，多年来承蒙师父春风雨露教养之恩长大，如今遇上娘子缔结白首之约，这般婚姻大事我必要上山告知师父。娘子莫忧，我去去就回。师父，徒儿心与良人，不论悲欢心气，徒儿都愿与他不离不弃，求师父成全。谢师父。此去红尘万丈浪，为师还是没能护你一世。夫妻对拜。娘子，我怎么觉得像吃醉了一样头晕目眩呢？这一切都是真的吗？是，都是。娘子，谢谢你给了我一个家。娘子，叫官人，生生世世都要做我的娘子。一言为定。其实甘和如狗，已经染疾药石无灵，我该怎么救他们？真是个善良的傻瓜。谢谢许大夫，我们有救了。别急别急，大家都有。行善施药为菩萨道，阿弥陀佛。我要当爹了。嗯，真的，太好了，娘子，我们有孩子了。犯人许轩偷盗八宝明珠精，罪无可恕。夫人，你带上八宝明珠精去那虎丘诗会，定是最风流倜傥的那个。此处最应接子建那句，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拿下盗贼许轩，押入天牢审讯。身陷囹圄还敢来造次，我收了你。法海，你休要阻我救阿轩。人间自有人间的法律规则，岂容肆意妄为。我只要救阿轩，什么法律规则与我无关。执迷不悟，那就休怪贫僧手下无情了。孩子，你看看许轩现在的样子，你口口声声说爱他，却累他遍体鳞伤。你的爱从一开始就是执念。 我愿意为他受一切苦。我娘子在等我回家。如果许轩知道你是一条蛇，他还会爱你吗？他会。我会救许轩出狱。谢师父，你诞下灵儿之时，便是贫僧收你之时。小官人可知16年前许家村被妖精屠村的惨案？除了许富贵的儿子许轩外，全村无人生还。作孽的妖精是个美人，
只是不知金山寺的法海大师缘何不将他收服。阿轩别怕。为什么杀我爹娘的是你？为什么爱我疼我的也是你？我该拿你怎么办？我该如何自处？别碰我！娘子，是你吗？对不起，官人，我骗了你，我是一条千年蛇。没关系。我在狱中已经知道了，当年许家村被蝙蝠妖屠村，我没来得及救你父母，我不敢告诉你，我太害怕失去你，现在我再也不怕了。世林乖乖，让我看看儿子。哎，娘子，你说他是长得像我还是像你啊？当然是像我了。世林啊，以后娘亲不能在你身边陪你长大，你要听爹的话，做一个和他一样正直善良的人。将你拥着雷峰塔里赎罪死过。娘子，西湖水干，雷峰塔倒，方可出塔。我甘心受罚，求求你让我见上一面，这么一面。缘浅终是孽。娘子，照顾好世林。不要，娘子回来。娘子不，娘子不要，娘子你回来，回来。天荒地老，海枯石烂，娘子，我永远陪着你。亲爱的雷小姐，
你愿意做康太太吗？我愿意。老婆，我爱你。最快乐的呀，和他在一起每一天都是最快乐的。最幸福的，那最幸福的肯定是他答应做我老婆，我终于可以叫他康太太了。血库无库存，是我的，我是。小光，你跟我说句话好吗？小光，星星，今天出镜想穿哪条裙子？黄色那条。星星，这个颈椎止痛膏擦了之后5个小时不要碰水啊。检查好胃药，保证演员的安全。李欣，你一会儿就跟这翻身落水。准备。3、2、1，开始。拉上去，拉上去。必须过，倍儿棒。没力气了我。浩少爷，这边请。10亿成交。不多不少，10亿。小爷我一举成功。干杯。星星，风大。希望星星能平平安安的开始新生活。星星，我有点急事，提前回国，照顾好自己啊。你怎么了，星星？哎，你干嘛去啊？我看见小光了，就在旋转木马上，就是他，一定是小光回来了。你真的回来了，小光。形同无可名状的失落感。
嫉妒无事，我只想迅速逃离。真的不是你吗，小鹏？你在哪儿？午夜时分，你是否还在等着那位夜归的旅人回家？我买了百香果柠檬水，少糖多柠檬，还是热的。我想听到回家了，我在等你呢。开始。你回来娶我好不好？我很想你，很想。技术部把离心的手机连接了你的电脑，你都不敢当面和我说再见，你完蛋。很好，停。永乐二十八年，地白云废，兵败黑水崖，地自为余崖。萧城自立为王，改国号德义，举国扑杀白氏后裔。成帝封前朝白氏后伪葬为后，后入宫二十三年无语。后育有一子，名唤青黄，此子骁勇善战，帝室惜之。多谢相救。白氏臣何匡护两质子归隐忘忧。好啦，我都听你的。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义父不准我们接触古人太过狭隘。义父别打了，义哥哥知错了。义哥哥，你日后好生听义父的话。义兄鸿鹄之才，昆于为师名万头，为国征战沙场，方为血性难耳。成帝二十三年，白虎迎骑兵白翼于瑶台之战舍身营救公主，亦战绩彪炳。成帝二十六年，帝钦典翼为白虎将军。同年雪月，帝封妃林氏庆云，赐婚白虎将军翼与帝之爱女清婉。二子清章，公主同胞长兄，长乖戾难驯，世人皆私语，长罪累地。孩子没了。要怎样的蛇蝎心肠才能对无辜质子下手？他是我最爱的女人，再敢向他分毫，我定取你性命。驸马冲动愚钝，未经传召冲撞本宫，论律当诛。殿下，快进吧。成帝二十九年，帝赐国师了空死，贵妃奸行。成帝三十年，福晋夜失武。别拦着本王，滚开！我来了。
成帝31年，帝下令斩杀驸马白毅，德王皇亲力救之。罪父林庆勋，自供罪状，服刑天牢，白毅之罪，可敌。你疯了！从儿。一会儿药是濒死的状态，我这边 OK， 可以开始了。是你吗，小光？朱医生，我接受你的建议。一心小姐，很荣幸见到你。我的手虫味道不错，你可以尝尝。不要紧张，尽量放松。我们来讲个故事。开始了。你跃进一片深海里，周围漆黑一片，你什么也看不见。你的身体不停地下坠，海水涌入你的鼻腔，你感觉到窒息。远远的，欣欣，你听见有人在叫你的名字。欣欣，你睁开眼睛看仔细，你认识他的，他是那个你朝思暮想的人。拉紧他的手，让他带你去看看你想知道的，他心底的秘密。你好，我叫康小光。4岁时，我和那个人一起去捐助的福利院给小朋友们过生日。第一次见到欣欣时，她哭得很伤心。我弹琴给她听，她笑。我和她约定，每个周六都陪她玩。不记得为什么，14岁生日那天我挨顿揍，打我的那个人我得叫他爸。康总，小光的伤口已经消好毒，准备缝针了。哎，这才多大的孩子，您打得也太狠了。爸。一个我难以启齿的生疏词汇，我没有告诉欣欣受伤的事，因为伤得很难看。18岁那年，他说只要我能投中10个球，他就做我女朋友。你赢了，你是我的了。那天是他生日，我告诉自己以后每一年都要给他一个生日欢喜。小傻瓜如愿考上了北电表演系，我选择了中戏的戏文系。它像一束光照亮我的生命，我的世界因为它变得色彩斑斓。他说他比我大1岁，是为了提前替我感受这个世界精彩与否。这个小傻瓜不知道，他就是我的所有精彩、惊喜、惊艳。大2那年，我生了一场重病，退学出国治疗了2年。无论欣欣怎么要求，我都拒绝他来照顾。康小光，你赶快好起来！我知道，他一定很难过。欣欣24岁生日那天，我回家了，他已经连发了3天高烧。睁开眼看见我，只是软软说了句：“你终于回来了。”我的心如过针针。褪去天上太子爷的光环，我的剧本在很长一段时间无人问津，日子捉襟见肘。欣欣说他养我，于是这个傻瓜玩了命的接片，人人都叫他拼命新娘。有次吊威亚他受了伤，留下颈椎病这个伴随终身的顽疾。2年后，我遇到了恩师郭导。第一个剧本就拿下了金龙奖的最佳编剧，之后势如破竹地斩获了最权威的3金奖，欣欣是我唯一的女主。那年秋天，姐姐结婚了，新郎不是迪哥。
欣欣和我都无比唏嘘。小光，我害怕有一天谁也会离开我，除非我死了。不会的，欣欣一直想潜水，又害怕深海漆黑幽暗，趁着他去泰国拍广告的空档，我陪他深潜了一次。我和欣欣回去时，发现天上已经摘掉 ST 重回主板，抛下我和姐姐多年不管的那个人也回来了。这个圈子光鲜明亮的背后，是一言难尽的阿扎灰暗。我想欣欣永远只看见阳光和明媚，其余的事我做就好。然而因为陪资方公子赛车的事儿，他怒不可遏地和我吵架。我允许你出来玩命了吗？那个人把我捞了出来，顺带练了次手。还疼吗？要听真话还是假话？答应我不要再受伤。我答应了他，我想我会努力做的。让她从吕小姐变成康太太，是我这一生唯一的执念。我是 AB 型的熊猫型，她是那个人。你跟我说句话好吗，小光？也是。执念终归是执念。我不想再见到你。梦总有醒的那天。是离心啊。我亲手把他的心撕成了碎片。你要的信息女主我安排好了，好自为之。唐小光，你混蛋！来，往这躺。他在片场昏倒了，你知不知道？你怎么舍得伤害他？即使你要执行任务，他这么爱你，他一定会等你啊！照顾好他。照顾好他是你的事儿，没人可以帮你。对不起，欣欣。所有的回忆都明晰了起来，他的声音越来越微弱，你握不住他的手。唯有你，我活过，我从未遗憾。欣欣，一，不要再折磨自己。二，三，忘了我。醒过来，醒过来。很好，你醒过来了。在梦里出现的一切，你一定有很多疑问。我给不了你答案，但是韩冰一定可以。小光是个缉毒警察，是警方的卧底。他从来没有背叛过你，也从来没有停止过爱你。小光殉职之前，留下了五个 U 盘。里面是贩毒集团的机密文件。目前我们警方只寻获了其中一个，和你联系的 Secret 手上应该也有。到现在我们还没破解出 U 盘的密码。我可以为小光做什么？平平安安。